这个呢圆心呢是二零啦，半径是五啦，中光期这个圆心是个 D 其实是零来的，是个 E 呢就是负十，是五，半径是零的二次加五的二次再减九，即是四。好，阿 Janet 圆心是其實呢個可以睇得到嘅，好快速。我想 train 你哋咧 ，train 係啦，二四，飲啖水啦。好啦，呢個圓心個半程。我想你咁樣睇條式啦，即係二嘅二次加四嘅二次啦。其實攞咗圓心嚟做嘅啫，跟住再減個四十四，即係加四十四，就會計到係六十四就四十八。好，喂阿譚，唔係有冇信心寫到俾我啊？呢度有啊，我要屈你機嗰段。圓心就是五啦，同負三啦，真係喎。五同負三，跟住咧半徑咧。半徑啊，你要教我幾先？講出你。你寫條讀條式俾我聽先。R 對五嘅二次再加負三二次減零，跟住再加翻開科目。唔係減零啊，因為佢一零咧要調翻過去先啊。一零咯。我裡面有紙巾啊。好，有問題你 at 完未？你可以咁樣樣，得唔好亂講嘢。好啦，呢個圓心咧，阿根來圓心係。我話死啦，未計貼息。圓心係。喂，原心一 x 咯，負七咯，就係咁，叫咩？嗰個 y 負一咯。係，咁就即係負七嘅二次加負一嘅二次加五十啊，即係一百即係十嚟嘅。好啱唔啱啊？即係死嗰啲度。啱。好啦，你就唔死啦，係咪？好。啊嗱，繼續啦，冇俾你停啦，冇先。好，下一條。